不往外跑，他往那儿跑。他好像在找什么人。不好，保护相爷。保护什么相爷？保护大人。保护我。相爷那儿有十三先生呢。王小石，你今天有再大的本事，你也插翅难飞。有我在，你就别指望动相爷一根汗毛。师叔助纣为虐，一定做过不少坏事吧？看在你是我自在门失职的份上，束手就擒，我便不杀你。杀不了蔡相，我是一定不会收手的。你一走投无路，这天下是我们的，你逃又能逃到哪儿去？这天下是我们的，你逃又能逃到哪儿去？原来是你，是你杀了我母亲。我杀了很多人，哪个是你母亲，我怎么会记得？好，那我就送你下去，让你们母子团聚。王小石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大哥，我回来了。小石今晚去干大事，我们在这儿等他吧。我已经听说了，我们一定能等到他。副宗师是我杀的，行刺蔡相也是我一个人的决定，与任何人无关。今日我不想再滥杀无辜了，你们抓我吧。龚总，能送你到这儿了，保重。喝个茶你都磨磨蹭蹭，怎么办大事？庄周有云，大智贤贤，小智贱贱，你不能，焉知我不能。我不能，看看这是什么，二十八掌，你有我多吗？哎呀，哎，还真就比你多两掌。
别管我。叔叔。叔叔就叔叔。我说怎么这一路还不文书少了这么多，原来是你们两个干的。说你们是不是同党？哎呀，大人误会，我们怎么会是同党呢？这个通缉犯胆大包天，竟敢杀害尚书大人，我们这是来捉拿他。对，官爷，难得碰上这么大的买卖，找个人发现这还不文书啊，就找个人给我们分一份赏金嘛，对吧？对嘛。你们想分赏金，看来是没把我们这些当差的放在眼里啊。没有，怎么会呢？我们呢是来替大人您分担的。大人您想想，这个人能杀了尚书大人全身而退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人武功极高。那大人您要是遇见了，对付起来不也甚是麻烦吗？我们二人出手相帮，那这功劳全归大人。只不过这个赏钱您到时候看着分我们一成就行。是啊，大人。官兵，别怕，低头走。啊，走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和相公出门做点生意，想家了，回家看看。回家看看。你，把头抬起来！把头抬起来！是同党，是又如何？这可是舍生取义诛杀傅宗叔那狗官的大英雄，天下间的有识之士都愿意成为他的同党。多谢二位义士出手相助，在下王小石，不知二位尊姓大名？书到用时方恨少，蜀中唐门唐宝牛。你们这么帮我们，不怕惹什么麻烦吗？我们二人行走江湖多年，这些小麻烦还是应付得来的。小石兄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我们佩服，帮你们天经地义。多谢，告辞。走吧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